啊，台湾几年戒烟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是76，是很好。对，但是我们金马地区81，对，因为抗议，为什么？同属中华民国，为什么一国两制啊？对，你们台湾都戒烟，我们还处于戒烟时期，果然抗议有效。走过历史以后，我们喊了两个口号：还政治、还地与民众。为什么？早期的军阀，我们没有言论自由。你要说到我们现在，侃侃而谈，中国大陆在那边呢、啊，你倒大霉了，因为提起大陆，马上就抓去关禁闭。看到这东西我也很惊讶，我想说，因为我们长大的时候就有那个桥了，但他们以前我爸他们其实都还是经历过说，要从西引清水澳那个地方划船划东引的那个，现在就是你们天后宫前面。那有时候突然在用晚餐的时间，那个炮弹一打过来，就在我们家住牛角嘛，就在那个现在的机场上面，就它直接爆炸了，那个声音非常激烈。我们碗筷一丢，鞋子有时候来不及穿，就赶快往防空洞躲。因为知道那个有杀伤力，但是那时候就知道害怕，因为就看到有同学就说有听到这样说，哎，本来好好的救我，但是因为被宣传弹打中就还是对走了，或者就走掉了，对，或受伤。所以那个时候中共那时候打那个炮弹，就是给我们一些生命上的威胁是有的。那个83幺当然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产物了，对啊，因为那时候岛上很多会有产生很多军民纠纷了，因为那时候大陆来。来很多大陆兵嘛，对不 对, 对那在岛上人总是有发泄的管道，所以那你这样没有这些设施，那自然它会侵犯到在地的空气，对不对？所以早年发生很多这种状况。对，然后小时候我遇过好几批，就是那时候最喜欢有几个阿兵哥，他们会熟了以后只要回来，他们就会帮我买一些东西啊、哦、买电动玩具啊，然后还帮我买鞋子啊什么的。聚居岛上的所有的庙，跟南干呐、啊、北干呐、啊、东竹那边有所差异，有所差异。那我们这边的庙啊，都是什么大王啊、大王，某大王、某大王，哎，比方说，赵大王啊、周大王啊、文大王啊这些。那别的地方你看有什么，武林宫庙的、啊、白马尊王啊。这些华冠大帝的在什么？除了天上圣天后宫这个天上圣母是啊是共同信仰以外，其他的像我们这边的话，都是这些大王的将军的什么歌的什么。